爽啊，真的爽。干了40年，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还不够成熟，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梦寐以求的奖品得罪很多人，对不起，但现在我成熟了，我不会了。谢谢评审，真的感谢。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龙少华，菜头捧的滋味，颠覆了过往常态性的表演方式，很精准地塑造出剧中人物的特殊性格，收放自如的演技，完全把自己融入了角色之中，细腻地呈现出内敛身具谋略能力的霸气黑道大哥和慈父望子成龙的和蔼，悲喜交集又豪放的表演拿捏得恰到好处，叫人赞叹不已。爽啊，真的爽。干了40年，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还不够成熟，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梦寐以求的奖品得罪很多人，对不起，但现在我成熟了，我不会了。谢谢评审，真的感谢。对，还有一件事情，今天果不然我带了我的幸运物到现场来，也就是我女儿陈璇，站起来帮我谢谢评审，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你们，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后来看什么看？快停啊！